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好，那全修在性啊，好，我们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全性起修虽名为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对吧？那么全修在性虽在性是因中有果，对不对？所以在讲果。一因一果，所以具足因法与所具的果法同居一性，所以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就像莲花，莲花花花是果的因，是不是？先开花才结果嘛，对不对？可是莲花不一样，莲花正开花的时候，莲蓬的果莲子就在里头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就是因中带果。为什么佛教用莲花做代表，极乐世界用莲花做化身？因为因中即有果，因果不相离，跟一般的花先有因再有果，甚至有因无果，外道就是有因无果，有在修，或者狂花无果，开得很艳丽，你懂吗？然后呢不结果，什么附佛外道，讲得很好听哦，你知道，那么信众一大堆哦，啊，最后呢？啊，最后没有结果，也不能解脱，也叫狂花无果。那么呢，也这个什么呢？先花后果的，就是小乘人，啊，要先有花才有果，花果同，乃至于别教也是先花后果，唯有花果同时是原教，也是净土教，花果同时，因果同时。了解吗？所以你正在修因即是果德，正在念佛极乐世界就有一朵莲花，上面写着你的名字，这样知道吗？所以这房地产都不用去买，直接就定位是你的了，是这个意思。嗯哼，心性融通无法不摄，故如莲花开敷，花中有果，况此心常住啊，无生无无生灭来去来，无有生灭，无有去来，对不对啊？即今念佛之心，便是当来莲花池受生之时。哦，念佛之心啊，哦，便是念当来莲花受生的时候。所以正在念佛，你就是种下未来必定往生之因。所以现位是怎么样负债？对不对？同时在就在讲这个，好，好，那么故说出发心人极乐宝池已蒙莲种，你只要愿意听，听到现在没有走，你说我要念佛，你的莲种就蒙出了啦，知道吗？光这样就赚翻了，是不是啊？这样赚翻了，很高兴。所以若精进不退呢，那么日益增长，花见开敷，随其功德大小异业，那么或其谢退者毁杂，日渐憔悴。如果说你念得越来越好，念得越来越专注，那花会越来越亮，越来越大。好，那如果你开始怀疑，把我说的这些话通通忘记了，或者起疑心，那么呢就退而毁，或者杂，杂是什么意思？可能够哦，是不是要加个金刚砂？是不是要加个什么？这就砸了，你懂意思吗？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会憔悴，懂吗？就花就会比较累，因为你已经让怀疑进入你的心了嘛。这样知道吗？就不力量就不大了。若能啊，下一句，若能，哎，是这样的哦。若能自心，花复先立。就是如果你懂这样，人家跟你讲说不要怀疑，不要夹杂，好好专心念啊！你怎么又把道理忘记了？哎，自心，重新再怎么样，重新 reset， 懂吗？这就是自心，自己重新按那个钮 ，reset 一下，好，电源拔开就重插，是这样，就 reset 了，这样就是自心啊，自心重新一次。那么 renew 一次啊，那么你花有没有？不会因为你曾经怀疑，花就不开来给你一样，重新再回复那个信心，花就重新艳丽起来，懂吗？
好、哦、懂吗？所以没来听的赶快打电话告诉他，没听你损失大了，赶快自新，懂吗？随着这过去的所说重新在网络上听一遍 reset 一遍，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花很艳丽，就鼓励他们，懂吗？应该还有一些人没来听嘛，坚持不来听啊，但那你就要慢慢告诉他说，哎，你可以这样得利益，其果不然，骄牙败种啊，折子。其果不然，如果你不自心，那就骄掉牙败掉种啊。这个骄牙败种不再讲小乘人，再讲你的大乘往生因，往生的因也骄牙也败种掉，你那颗莲花就枯掉。烂掉变成泥巴了，懂吗？就叫牙败种掉了啊！且此莲花，人谁种植啊？现为护在，师言有归也。进度生生论，就在讲这个，看懂吗？哎，太爽快了！这个是很重要，近代以来。这个很多天台宗做基础的净土教理和很多古德所说的净土教都是用这个教理在说的。好，我再说过一遍，我说我们再直接引入到大乘，特别是这个无量寿经的经典当中来解释它，来印证它。所以说，虽是古德所说啊，虽是传真大师所说。天台的传真大师所说，但是呢，不离经教的道理，是不是啊？啊、哦，这个呢是让大家能了解啊、哦，那么这也是很好的啦啊、哦。那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还会再回来，印尼再回来，对不对啊、哦？所以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再来谈啊、哦，是这样。不过呢，就是就净土生不生论来说呢，啊，虽然我以前在禅学院哦，啊，那么讲净土生不生论，可见它就是禅法嘛，哦，它是一种，它就很深的理观嘛，哦，我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普陀当教务长的时候，哦，那么叫数乎20年这样就过去了，啊，1998。现在是2019，哇，多少年？啊，21年呢，啊，人生还有几个21年，是不是啊？不过呢，有这个因缘呢，在我们这个净土的道场，啊，对，尤其是新加坡啊这样子的国度，来为诸位善知识啊，诸位诸上善人来讲这个。哦，这个净土生不生论啊是非常的好的啊、哦。那当然呢，就无论是生或熟哈、哦，教法的理解其实都是需要的。那只是说，有时候哦，有一些人呢啊，或者法师啊，他为了要说到说什么不夹杂，或者在某个意义上要你全部听他的。他会跟你讲说啊，不必听什么啦，你就专心念佛就好。其实我们同意专心念佛就好，但问题就是我常常说的，如果你教理不明，你念佛轻如羽毛；你如果教理明了，句句佛号重如泰山。我在那个净土中很多我母亲往生的时候呢。他往生，我母亲出家人，我母亲往生前，我们就讨论好，说我们完全没有忌讳，我就跟他老菩萨那个你往生要做什么功德？他说不用，你就哈全台湾绕一圈，帮我打7个佛经跟众生结缘。那我说那你的烧完了骨灰要放哪里？不用，以前我吃鱼啊，你也喜欢吃，我也喜欢吃鱼啊，阿弥陀佛，然后我们俩也喜欢吃鱼。他说：“那么把我的骨灰呢，跟鱼结缘，那就属于海供，不是海葬哦。海葬是直接把灰就放进海里叫葬，供不同，供是要让鱼吃哦。我的骨灰要让鱼吃哦，那弄得鱼要很愉悦的愿意吃，没人知道怎么做，
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就自然有三个人，三个出家师父都是比丘，莫名其妙来跟我讲要怎么做。三个人一说，刚好把这个法门重新找回来。海供的做法是怎么个做的？我才知道，我好复杂。那后来有出家师父也做海供。那么这样讲一下，就在那个佛期，就在那个七个期当中，我就有特别的。你这样子的提到了哈、哦，这个啊净土法门的很多种啊理上的修，当然没办法讲净土生活深度，但当中就提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道理。那么似乎也就这样子，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那么现在再来讲它，当然啊、确实是不一样的哦，一个是啊、精神层面的，一个是。嗯、人生也经历过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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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那不过呢，就我来说的话是净土法门哦，嗯，应该是素有因缘的。我第一次听讲经就是在西岩净院，那么呢听这智玉长老讲，就讲什么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那时候我还穿个皮鞋，穿个那个一般大学生会穿那个衬衫，还打个领带。好扯，完全镜像不一样，坐在第一个位置这样，然后就这样听，实在听不太懂，但是听得很爽快，就这样。那个时候就是好几位现在都是长老了，他那个时候还沙弥接引我。那我的意思在讲什么？我意思说，其实净土教法是有很深的教义的，无论从天台华严的角度来看，都是有很深的教义。那因为呢？它又很容易易行之道，所以就变成各种宗派都去谈它，啊，结果呢，弄得好像有这个宗派这样讲那个道理，有那个宗派这样讲那个道理，啊，因为太多宗派都有他自己的道理去讲，那会有一点让人家不知所从，说要哪一种道理才 OK， 有一种这种感觉。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就说、没关系，至少天台有一套道理。他能够自圆其说，并且解经，把它解出来。那你愿意，你就用这个方法。那如果你因为华严的华严，那也无所谓。但是呢，我在实修或者我看别人在实修的时候，我会知道说，所依的道理一套就 OK， 千万不要两套，会打架。你懂吗？很难 renew 自信。刚刚讲一个自信，因为 renew 到哪里去，你会搞不清楚。会打乱掉，那打乱掉反而夹杂，这里的夹杂还包含这个概念里头，这点是我讲完之后，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所以说呢，既然大家有缘听了净土生活深论啊，应该把那个偈颂，我现在念出来那个偈颂，才四十句而已，啊，一门四句嘛，总共四十句，就把它背下来。那每天念它一遍两遍，当作早晚课或怎么样子，很棒。或者把它写成海报，或者刻成文字，你懂吗？净土生无生论颂，论颂，颂要写一个颂字，它是论颂，它是那个颂，它在解释那个颂，四句四句颂，那就一门一门的，也标题立出来，第一门四句颂，二门四句颂，这样背要连那个门也要背，懂吗？这样就把它背熟。好吧，自由感应。你别忘了，当年传灯大师自己写完自己讲的时候，每天讲，每天天乐明空，带着配乐。我本来其实也带着我找好的音乐哦，想要在这个时候，这个人家没有天乐明空，我自己配嘛，对不对？自力更生，是不是？本来是要这样说的。真的是不得了，他就是天乐灵光，每一讲都不用怎么样，自动就会听，什么人来听都会听得到。哎，怪怪哦，耳朵正在听讲经，还有音乐不会障碍，这就是不可思议。你想看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这部经，这部论其实是被印证。所以我不敢说你一定要用天台来解净土法门，
我不敢这么讲，我自己是天台人，当然我不好这么说了，但是你要知道他真的不简单，他是讲到完每一天到最后一讲次都还天月明空，不是偶尔一下子而已，不是的，任何路边的人进来听都会听得到，就天月明空。哎，那什么声音，那什么声音，不讲那天月了，讲啊，他不会干扰你，已经很难听得到，很难看得到，说有一部论是这样印证的，好，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可能也是末要给末法众生一个强大的信心的，好，那我真的完全没想到，说实在话了，这几年来啊，弄宗教基本法，跟政府啦，跟宗教基本法不是为了佛教，是为了一切宗教，为什么？因为宗教是人类心灵最后的堡垒。一个国家，国家只能管理或者操作众生有形物质的部分，心灵的部分顶多透过教育跟文化给予导引，但是一定不够，因为很多的教育跟文化是直击于心灵内修的内容，那是宗教的。宗教它有四种力量，是一切政治跟其他文化教育做不到的，做不到的。第一种力量叫生命觉醒力，记起来，生命觉醒力。本来要讲完了啦，但是事实上是这样，我怕你们哦，等我去印尼回来，你们没有跟着回来。真的啊，那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为什么？我前几三个昨天嘛，昨天哎，昨天前天哎，昨天不是去参观孙文国父的那个纪念馆嘛？他也是全世界去宣扬革命理念，我也是，我也正在宣扬宗教基本法理念。宗教基本法是人类文明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法，全世界没有，我想要推动，让台湾先例。为什么？什么叫基本法？德国有德国基本法，德国呢最早是威玛宪法，后来呢德国威玛宪法是在希特勒时代，后来德国把希特勒的概念推翻了之后，被这个自由世界分成东德西德，那后来东德西德合并的时候呢，他们想要再成立新的宪法，但是暂时先要有一个取代宪法，结果就叫做德国基本法。什么是宪？宪的意思最高准则叫做宪，懂吗？你要知道，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基于共同意志跟共同利益组成了所谓的组织政府，来为我们做事，这样叫做国家，就形成了它的组织。可是为了国家好好运作的话，它必须要，我们必须要第一，把行政权交给那群人，政治人物、政府；第二，我们必须缴税给他们去用；第三，我们必须容许他订定法律，以作为实践的基础。第四，我们还必须让他有判定法律的司法权利，也就是立法权要交给他，判别法律的司法权要交给他，最后执行法律的警察权也得交给他，对不对？那这一切通通要依，还有对外防护的国防权也要交给他，因此军队建设权也交给他，然后最终这一切通通是金钱也要交给他，有没有看到？是不是？但问题来了，国家是人民的还是那些政府官员的？哎，对嘛，是人民的，所以人民应该是主人才对，对吧？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要这个政府做事的时候，我们把所有能交出去的物质全交出去给他了，你看看，立法、司法、警察、军队、财富、预算，所有权力都能交给
镇政府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你是主人呢、欸，你把你家的保险柜密码交给了什么？交给了女佣玛利亚，你把开车子的钥匙也交给了玛利亚，让她去接你的女儿，接你的儿子。你把煮饭菜，吃的营不营养的权利也交给他去买菜，并且煮给你吃。他管了你所有所有的物质、金钱、对外关系。比如说，倒垃圾，如果隔壁的狗狗跑到你家来大便的话，你也叫玛利亚去跟人家吵架，对不对？这就叫外交关系，是不是？是不是嘛？弄清楚了，你本来是主人，你请了玛利亚来，对不对？政府就是你请来的玛利亚，是不是？我说女佣，对不对？但是为了你方便，他好做事，你几乎把所有的钥匙跟密码都交给他，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个主人最后能怎样？也不过就听他帮你安排吃住日子怎么过，儿女怎么教，什么上学怎么样，通通得交给他，因为你越来越不熟悉了，是不是？所以主人越来越退下来。这个时候你生病了，生病了，那是要找医生来。而医生要来开门的时候，开门会你自己去开还是玛利亚去开？对，玛利亚去开。这个玛利亚在开门的时候一看，谁呀、啊？我是医生，干什么事？啊，你们家主人说生病了，哈哈哈哈，我没听说哦。要看我们家主人的话，先把买路钱交给我，我才让你进去。为什么？因为他怕外来的人影响了我在主人面前的地位，有可能。是的，本来我们是主人，但渐渐的我们退居为庸人，还不如的被控制者。所以自古以来，民主国家他就害怕国家机器过度强大到把主人的身份以从玛利亚身份转成主人，而主人却自己变成玛利亚。对呀、啊，我们真的是这样啊！我们努力的赚钱缴税给他，对不对？然后他告诉你 ，everything is okay， 听我的就对了。什么时候要收费？过马路什么时候要过费？由我来定，对不对？好，什么什么呢？你本来是主人了，现在没办法决定什么事了，因为你孤立一个人。对呀、啊，你就是一个人。你没办法凝聚的，为什么？因为他早就凝聚好在那里了。警察可以驱散不当集会，如果你还暴力，我还可以开出直升机打催泪弹把你给冲散。人民本来是国家主人的，现在却好连抗争力量都没有，都被缴械掉了。西方一直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民主国家要让国家受控制，一定要有一条马鞭挡住它，那就叫宪法。 OK， 听懂了吗？我告诉你这个道理，法律系四年毕业还不一定懂，你知道吗？很搞笑。那我再请问，如果是这样，宪法是国家最高法律，是不是？是。我请问你，有没有东西高过这个法律的？有没有啦？有没有啦？哈哈哈！你看看，没有。我告诉你，法律系毕业，甚至读到硕士，法律系硕士的也跟你们想法一样，没有。宪法就是最高法律，就是最高权限，你懂吗？你懂吗？跟你们想法一样，我告诉你，错了。想不想听？太晚了啦，回去好了。想不想听啦？你一定懂。
你一定懂，但是没人讲，你就是不懂。我问你哦，你被妈妈生下来，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会不会哭？不可以哭，你没有经过宪法同意，你不可以哭。有没有这种说法？有没有？我问你，宪法是最高？不，你活下去才是最高目标，你活下去才是最高的法律。活着需不需要宪法同意你活着，你才能活着？需不需要？不但不需要，反过来，宪法还得要求这个国家保证老百姓都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条件之下自然的活着，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意义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一位师傅告诉我，他的女儿在美国的德州，你知道吗？买一栋房子，地坪100坪，建了60坪哦。那栋房子新台币差不多不到1000万。你知道什么理由吗？他要求的是住是人民的正义，人民本来就需要住，住这件事情不能够太贵，不然就失去了国家保障人民权利的意义了。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你居然让人民能住都住得这么困难，这算什么国家呀？他的思想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敢买2间3间来炒地皮，我就怎么样扣你的重税。所以美国是房屋税重，特别是第二间房屋税特重，但是第一间基本还好，让你养得起，就是国家目的是这个，他们很清楚。不是说美国就比较好，美国也很恶劣的啦。我的意思是某些东西想法它是对的，生存权高过法律，高过宪法，了解吗？这叫做人权，懂吗？人权绝对高过宪法，不需要宪法同意，不但不需要宪法同意你就拥有人权，而且是宪法还得反过来努力保障你的什么权？对，这就是人民民主的概念，是这个。当年孙中山还没讲到这个呢。现在由和尚来讲法律，有点搞笑，但是不得不讲，因为华人5000年的帝制文化，这种观念非常非常的薄弱，非常非常的稀少，了解吗？了解吗？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是人觉醒之下应该拥有的权益，了解吗？人如果在佛性之内，你连这种权益你都不知道要保障自己跟保障别人，你怎么行菩萨道？请问，请问，别人根本活着的根本权益你都不替他保障，你能行菩萨道吗？能吗？基本是很难的，不敢说完全不能，但一定很难，对不对？对不对？比如说吃饭一定是基本人权。有一间房子，或者是至少在住这件事情不困难，不一定要有房子。比如说，我低价租给老百姓，这样也可以。就住也是基本人权，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基本人权。古人说不自由，什么无宁死？什么叫自由？是肉体的自由，还是心灵的自由，还是两样的自由？对，一定是两样。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某甲要娶某女人，说这是我老婆，我要娶她。正要准备娶的时候，政府官员来了一个 WeChat 或者来个 Line 告诉你，某甲你不能够娶她，因为我们帮你配八字配不合。你会不会吓一跳？你会不会吓一跳？爱情是最心灵内部的其中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爱情也是一种，那是最私密的选择，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但是国家深入到这里来，你会不会很恐惧？会不会的？会不会的？乡里我要娶谁都要国家来决定，你会吓死才怪，对不对？所以心灵的自由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请问哈，心灵自由当中有一种自由最难以完成，什么？生死的自由最难完成，对不对？对不对嘛？如果说你想死了，政府来一封信说你的税还没缴完，不准死，你会觉得好恐怖，是不是嘛？是不是嘛？是的，生死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请问政府能帮你解决吗？李光耀好伟大，蔡英文很伟大，我们家里死了人了，请蔡英文来念经就能超度，是吗？一定不是的，是请谁？宗教，生命中的宗教。宗教专门在做人民的一种东西，是国家不能做的。国家在做物质的、有形的，宗教在照顾人类心灵当中最大的生死自由，这是宗教在照顾的，对不对？对。来了，来了，重点来了。可是政府是玛利亚呀，他控制了一些物质啊，对不对？他有一天，我们的心灵老师说要进到我们的房子来，要来跟我们疗愈一下。玛利亚说不行，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堪？有没有可能会这样？有，所以我是要定一个法来告诉我的玛利亚说：注意哦，心灵的事情不是你玛利亚能处理的，是我的重要心灵导师，是我重要的生命自由，是我重要的人权哦，你不能够妨碍他，这样是不是才保险啊？这就是宗教基本法的用意，懂不懂？啊。人类如果少有了宪法，少了宗教基本法，我们的心灵保障就决定有可能被一个任何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侵略给抹杀，有没有可能？所以人类为了心灵上面的真相，为了生死上的自由，我们人类必须要在民主国家之内拥有一个保障宗教合理健全发展的基本法，有没有道理呀？这不会是只有台湾才需要的，你知道吗？是全世界正在心灵堕落的全世界都需要的，是不是？勇敢的来护持他吧。我们要做世界的公民，要为这样人类的心灵的保障而付出奋斗，对不对？这就是菩萨道，是不是？啊，还好你们听得懂，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让我啊，你好，让我这样难吃难睡，日夜思朝思暮想，奔走世界，就像国父一样，你懂意思吗？要去说明这件事情，要产生力量，很不容易的。所以呢，我那天昨天我看了国父这样，啊，我心有戚戚焉。何以故？人家他成功了，我还没成功，了解吗？了解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全世界的政治，我们不敢说什么大陆、台湾，全世界都一样，拥有权力的都不想放开，懂吗？我们要对任何一个政权有特别的恶意，人性就是这样，人性就是这样。唯有我们努力的告诉这些执政者说，我们对你没有恶意，但是我们需，你也需要。连你这个政治人物也需要，心灵绝对不是国家之力能够取代的，心灵的生死中的自由不是一个人间的人、地面上的人能够解决的，唯有圣性的佛或者圣性的上帝或者是什么阿拉怎样，他才能解决的。这就是一切宗教能够为国家做不到的心灵自由产生强大的支撑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推动宗教基本法，其实就是在推动人类心灵的真善保障，对不对？这其实也在平衡一个可能极端恶劣的政治一种平衡的功能，是不是啊？所以这绝对是一件功德，在我来看是一件菩萨道的功德，只是在这个时代被我们发现了。为什么？因为过去是帝王时代，讲这个话我马上被消失，你懂意思吗？我马上走出去就被嫁走了，
因为那是帝王时代，他会认为我想造反，我毫无造反的意思，我不是要这样做。我说我立宗教基本法，与其说是保障宗教徒的自由，其实不是，宗教徒早就在宗教当中找到他生死的自由了。其实真正要保障的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自由，他最需要宗教的辅助了，了解意思吗？这就是我们行菩萨道的悲悯之心，甚至不为自己宗教自己着想，是为了非宗教徒未来为他们保留一个宗教信仰的完整空间而想要立这样子的法的，了解意思吗？了解意思吗？所以这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的想法。唉，很沉重哦。你觉得很难哦？你看看，怎么可以觉得他很难呢？你想想看，孙中山，他当年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对不对啊？他居然可以把一个帝国200年的帝国给弄掉了。我们今天没有要弄掉谁，我们只要多一个好东西而已，怎么会难呢？不会难，只是因为我们误认为它难，我们对人性没信心，我们对善法缺乏信心。那你就会觉得他难，这里都不用打仗啊，不用杀人啊，也不用革命啊，只是说明就好了啦，对不对？对，就理解就好，这充满着善意啊，这里头没有什么风险，了解吗？只是因为执政者老是会害怕，我讲这个不是指新加坡，我说任何执政者都可能这样，他就害怕这样，了解吗？他怕权力被瓜分，他是怕这样，其实哪有什么权力啊，只是一个保障义务而已，这是其实是联合国人权宣言里头的概念，我们已经定出来了，我们已经定出来了。那么送进立法院，历史以来第一次台湾的国会呢，有出家人为主导所写的法律送进一读，但是呢，刚好遇到其中选举，变成炮灰，变成人家的炮灰，你懂吗？攻击的对象还是很惨。台湾一到选举之后，整个社会就歇斯底里，疯狂，了解吗？没关系，这是它的必经过程。毕竟它才30年的民主化而已，还在疯狂过程。那必须要等待疯狂过后，慢慢的沉淀跟宁静。那只是说，我在这个时候推出，确实是辛苦些了。因为大家都在疯狂嘛，不会很理性，都在用意识形态在过日子，了解吗？是这样，这个可以另外再说了，我就今天晚了，我不说，我只是想说，因为这个概念很重要，我要跟你们提一下，我毫无恶意，我对任何的政权我都充满尊重，民主政权我尊重，即便是集权政权我也尊重，何以故？都不容易，理一个国家都不容易。这确实是，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我没有带着恶意，我只带着一个理性来告诉诸位说，国家为人民所拥有的时候，人民应该觉醒，觉醒不是要推翻谁，而是要增加一个好的东西给国家，这样可以，了解吗？了解吗？啊，所以呢，如果未来你在电视上又看到我上街头了，你就帮我多念佛。没有啦，应该不至于了啦，现在是要跟人家谈的事情而已啦，应该不至于这样，除非他又立一个怪的法要我去打，除非是这样的，那不然应该不至于啦，啊，不至于的话就是我们希望让全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是基于善意来为人民保有一个好的心灵法律，就这个意思而已啦，好不好？这其实在呼应着我们所谓的菩萨道，这样了解吗？啊，希望大家知道菩萨道很多元，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这个我们今天有讲到嘛，哈，这个啊，这个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万物之心，啊，何空而不假，啊，即心即物，即物即心，啊，何空中而不空假，以观一正，啊，这是一心三观，皆是一心三观，静为妙假，观为空，那么呢，静观双万即是中，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即是中？他就是中道义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虽然起这个官，我也没有愤怒，我也不是愤恨，我也不是带着一个对抗的心啊，就是善念而已。这样了解吗？只是这种善念一般很隐晦，不太清楚。了解，我在写文章的时候，甚至于还有那个法律系的博士哦，他就否定我，否定我们这类观念，其实是非常外行的。我一看某某大学法律系博士毕业，哇，这实在是很遗憾，你懂意思吗？这就表示说，这个法律深细不是谁是专家，一定要深细的去思考。我以上所说的这个，其实早在联合国就已经有了。那叫做人权宣言，第一宣言跟第二宣言都有，那就是所谓的社会文化宣言跟政治什么什么社会宣言、权力宣言都有哎，很细很细。那么其实有三本书，现在正在出第四本书，不是我个人写，我跟其他学者共同写的，将来我也会带过来给大家放着，不要认为那是外道书，那个就是佛法菩萨道的书。了解意思吗？希望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好，就说到这里啊、哦！好，谢谢大家。来，等一下啊！哎，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证，佛道无上誓愿，智归佛，智归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专注一心，以法界圆融不思议心底来念三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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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那么最后呢，就关于这净土宗的教理哈，我们也当时也有这种做法，后来也有在流通，就是有一个这么小小的播经机，把净土宗我过去讲过了300多个小时，没有近五年来没收到了，五年前以前的收到了300多个小时的净土宗，分成初级、进阶跟高阶课程，把它分类，然后呢成为一个播经机。是这样，好，那也可以请我们音师到时候把它带来。前面还有念佛，念佛佛号，里头还有那个红罗山的知福，红罗知福醒功大师的那个念佛。哎，我有没有念给你们听过？我念一下，很好听哦。叫做三句一气念阿弥，一句要比一句低，念清听清记清楚。灭罪无量实不虚，同意吗？灭罪无量实不虚，就是三一气三句念阿弥，一气一口气，三句只念三句念阿弥，而且是两句半的啊，一句要比一句低，就越来越低，然后才心才沉得下来。好，念清听清记清楚，记清楚几句啊？那灭罪增福实不虚，又能灭罪又能增福，真实不虚，是不是应了这个无神论的说法？四句偈而已哦。好，那怎么念？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这在深夜哭泣当中啊，这个佛号句句从心出。句句入耳，句句入心。只有你看，一气三句念阿弥，一句要比一句低，就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红罗山的佛号。红罗山当年传出来的话是那个龙根老和尚，龙根老和尚。那这个呢，后来我回北京跟他们演讲，然后他们说已经失去了，我有录一段，也在那个播经机里。好不好？好，那就这样了啊。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施食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劝发菩提心文招生通启，此菩提心诸善中王，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愿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发起正确的菩提心？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每日我们饮食三餐，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我们有按三餐思食吗？进入由净土宗第11组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泣指引，听闻读诵者无不落泪，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让我们在五浊恶世中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转成净善的光波，与法相应，与佛同行。课程内容：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课授讲者心普法师。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上课日期：7月8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12日、8月26日、9月2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30日，共10堂课。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报名电话：02-2631-0619，02-2631-0619。洛渠喇嘛常住台湾20多年，早期为全德佛教文物绘制许多精致的唐卡，令唐卡艺术得以普及与流传。本期课程将从纸本开始，教学唐卡中的元素与图样，一期4堂课，每节课都能完成一幅美丽的纸本唐卡。
喇嘛近年鲜少开设大班制的课程，此次课程相当难得，时间八月的每个星期五下午14点到17点，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地点佛教慈悲置业东山吉祥书坊，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电话03958-0286、03958-0286、03954-0455、03954-0455。报名请填写 Google 表单或电话查询。课程将筹收保证金800元整，每节课退还200元，请假或缺课不予退还。素食一词虽源于中国佛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在翻译上若沿用素食，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一，素食的界定困难。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二，许多人，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而不愿意吃素。事实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不吃肉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享用不是来自宰杀动物的食物。素食的定义不使用任何肉类，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如谷麦、蔬菜、水果等。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亦即油脂、汤汁、萃取物及浓缩物，都不属于素食食品。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例如牛黄、虎骨、熊胆、象牙、貂皮油、麝香、鱼油、鸡精等，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例如屠宰业、非素食餐饮业、养殖业、捕鱼业等。素食大致分为5大类：一、素食不吃肉及其副产品，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或是蛋、奶、蜂蜜都不吃。二、蛋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三、奶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四、奶蛋素食是指素食者食用奶类、蛋制品。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如台北台安医院即供应蛋奶素。五、佛教素食传统除了不食肉、蛋、奶之外，也不吃的葱、
蒜、酒等具有刺激性的植物。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例如蛋、奶，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一、严格素食是指全素食，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二、不严格素食是指奶蛋素食，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在一起，佛法之旅，生命。